周末有时间吗？没有时间，符合常理啊。他就是想吃我做的菜，想吃你做的菜，朱子京不就行了？还非得自己亲自买菜上门加工啊？他抠，还特意租个房住你家隔壁啊？哎呀，有钱人的心思你别猜，等我身家几十个亿的时候，我第一个时间告诉你，我是不是这么想的。 你今天不会是特意带了菜来慰问员工的吧？当然不是，那个樱花湾酒店有个主厨培训班，是我在澳洲念书时的校友开办的，有没有兴趣去听听？我可以去。当然可以，我陪你去。太好了，什么时候啊？就这周末。可，快吃吧。 手机、钥匙、身份证，你都带好了。走，去哪儿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，程经理？我有话单独跟顾胜男说，谢谢。我在楼下等你。哦。 周末有时间吗？没有时间。我要去樱花酒店的培训班。什么培训？跟谁啊？当然是跟我的子谦哥哥啦。跟他？不可能，你去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子京这周末有一个特别大的宴会，所有的厨师都要加班，你没有时间去。非常大的宴会。对的。我为什么没有收到通知？ 你马上就会接到通知。不过没关系，就算有这么一个通知，我也早就向省经理提交了年假报告，并且也批准了。什么？真奇怪，管真宽。我不是要管你。 你要去可以，我让孟欣杰陪你一起去。我不，你凭什么让你的助理跟我去啊？我有子谦哥哥就够了。你就是不能跟他去，你就是不能跟他去。我凭什么不能跟他去？我跟谁去？我跟谁去干什么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是我谁呀？我是你领导。 以前是，现在不是，子谦哥哥才是我的直属领导。拜拜，子谦哥哥。